给首席汇报一下，我们十一村今年收入非常好。我们主要以这个乡村旅游，我们今年是游客量达到20多万，我们全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以上。哦，4万多收入不错嘞。春节村里的游客多不多啊？现在还可以。 走书记，新年好！新年好！我是从成都过来旅游的，这次来非常开心，大家都好热情啊！这里的腊肉也非常非常好吃，祝你们在这里玩的开心啊！你们这个十一村呐，是汶川地震灾后的重建村。 如今已经成为了全国的文明村呐，这我由衷的感到高兴啊！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啊，要把这个特色农产品发展好，也要把旅游发展好。你们是有了一个样子，还应该搞得更好。希望大家我们就会继续努力的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